传奇，可以和君臣之节，可以夹父子之恩，可以增长幼之睦，也可以动夫妇之欢。直到那位同学，请你接下去。可以发兵有知。上来把它写下来。写这段话，你明白其中的意思吗？京剧的本质在于敦教化、促人伦、善民心、移风俗。通过审美的熏陶，荡涤社会的不正风气。唱戏的人自己都不守规矩呢，投机取巧。还想唱戏啊？我认罚。别动。唱戏啊，练功就别偷懒，想偷懒就别来这儿。二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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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。